各位好，再来，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就是上一批有先来的那个双色霸王，双色霸王，那因为我没有再分享的原因是因为它还太小只，尾巴有的都还没有收尾，那现在我已经有看到它们渐渐稳定了，那也比较大只了一点，所以我现在跟各位分享，看一下。双色霸哦，如果之前有看我影片的朋友就知道哦，如果你要说霸王角啊，一般人家都会喜欢说绿色的嘛，对不对哈？绿色的，因为看起来好像，比较干净哈，还是说看起来比较亮哈，比较好看。其实啊，真正的原生哈，原生种的霸王角啊哈，是没有全绿色的哦，他们是从亚马逊过来的。真正的纯种的霸王角啊，是像类似像这样子，或者它们的纹路是不规则的，是不规则的，或者是野纹，纹路有比较多纹路的变化，那一种的就是纯度非常高的霸王角啊，还有这只，跟各位分享一下。像我跟各位分享这些都是纯度100%的霸王角啊，你要注意看那个虫纹，有没有？就蝶纹的部分很明显，有没有？很亮，很明显。就像上一次各位，如果有说到纯中角的意思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如果你的蛙养得好，照顾得好，你的蛙的颜色是会非常非常的鲜艳的，非常的鲜艳。各位看一下，这只有点像巧克力的皮肤，有没有？巧克力，OK， 我是双色霸王。我们再分享最后一只哦 ，OK， 再分享最后一只。如果真的有想要收藏的朋友，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虾皮，虾皮。当然也可以预约啦，预约赏蛙。OK， 好，谢谢。